wherever you are, I'm with you. Deep in your heart, my love, I'll stay. When I'm away, no matter how far, no matter the way, no matter the pain or ache, I promise all of those lonesome nights apart, you'll be back in my arms, no matter the way.宣布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今天 work from home。 你一定会想说 work from home 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还蛮了不起的。虽然我本身不是特别特别喜欢 work from home， 但是不得不说，就是 work from home 的时间其实真的自由跟弹性很多。但是我还是习惯上班之前有一个 get ready 的步骤，就是整个人会感觉比较有精神。 Work from home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你知道工作日中的 self care day。 不知道大家现在还会不会有 work from home 的机制，如果有的话留在下面，我蛮好奇的，就是现在到底有多少公司也是有 work from home 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最近 explore 到的一个韩国的品牌，它叫做 BOH Probioderm Lifting Cream Tensen Up and Skin Firming， 即将迈入30，所以这个紧致的部分我查了一下，这个牌子它是 Olifiant 旗下的一个生物科研医学护肤的一个品牌。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脸它就是一个生态圈，就是有好菌然后有坏菌，但是如果当可能因为外在因素，例如说空气污染啦，然后你的生活习惯的 不正常啊，那你脸上的好菌跟坏菌的那个平衡就会被破坏掉。现在其实市面上很多的护肤品其实都是主打益生菌这一块，益生元你可以想象成它就是益生菌的食物，那里面的益生元其实就是让产品里面的益生菌可以更强大，然后功效可以更显著。而后生元呢，可以抑制体内的坏菌，增加好菌的存活率，所以益生菌、益生元跟后生元这三个铁三角就形成了一种抗衰老的专利成分。它其实有附这一个小汤匙，但是我个人就是不是很习惯用，我还是习惯用手，当然手是干净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SOMI 一个就是 Vogue 的影片，然后里面呢他就说他早上起来为了消水肿，就是会做很多按摩跟就是有点像刮痧这样。然后我最近又去看中医嘛，然后呢中医就跟我分享了很多可能刮痧呀、拔罐啊这些的知识，然后我就开始对这个你知道有点兴趣。我有的这一套是万宁的自家品牌，他们的那个面部护理套装，它总共一个像这样子，一个大滚轮、小滚轮跟一个刮痧板，是粉红色水晶的，粉红控可以冲了吧。通常会用大的这个去按摩我的手臂的地方，可以让这边的血液循环好一点。然后如果小腿容易肿胀的朋友也可以用这个按一下小腿。小的这边呢就是一些比较细致的位置啦，例如说脸的部分，那通常我可能就会这样子简单的按一下。第二个部位是从眉毛这样往上按摩，然后再来呢是这里，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比较新接触的，就是这个刮痧板。我自己呢就是会用平的这一面先从眉毛这边刮到旁边的发际线的部分，哇好爽。然后呢从鼻翼到耳边这个部分就是比较大面积的，然后用这个弯曲的部分呢，我一是会就是从这边从眉毛到太阳穴的位置，我记得眉毛这边好像是管眼睛的嘛，所以眼睛太疲惫了，有时候比眼睛真的很累的时候，我也会从内眼角这边这样一路到太阳穴。最后就是下巴这边呢，我自己觉得这样子按一按其实是有消水肿的效果啦，早上起来的话感觉轮廓都被我按出来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work from home 的 outfit， 我上衣呢刚为什么会穿这件，是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些 online 的 meeting， 所以我们在FaceTime 的时候需要看起来 decent 一点。然后裤子呢我100%相信不是只有我会在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穿成这样子。 Get to work。 그러진 밤 침대에 누워 핸드폰만 보면 또 하루를 보내 오늘 같은 날 산책이라도 다녀올까 but I feel so lazy yeah I'm home alone all day and I got no more songs left to play
好模糊、哦。然后 work from home 的好处之一是可以自己换工作的地方，其实在公司也可以了，这是我自己的习惯啦，就我没办法待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太久。但唯一一个不能够去工作的地方就是我的床上，因为我只要一躺到床上，我就开始滑手机，或者我觉得想睡觉。有一些是 online learning 啊，应该说现在这个广告账号是你们自己的吗？上一次他给我们的理由是什么？他想问你那个workload 和他有什么影响你收入的，我就会变，今个月就处理那个问题，就是你的有没有什么活动是还在进行，就是在准备中、进行中？那有时间的话，就挑出五个 committee members 啊，然后我们之后就会交接给他们那边。OK， 现在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早上有没有觉得，我家的那个摆设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家储物空间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我前几天有上网买了那个餐厨柜，然后还有一个 dining table 跟椅子。这个就是我之前的那个餐桌，那因为我还是可能会有客人要来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再拉出来，就变成一个长的餐桌。但它现在的功用呢，就比较像是一个展示台的地方。另外本来在这里的书柜我就把它移到那个电视柜的旁边，然后呢本来在这边的那个柜子我就把它移到在那边的中间。那我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把这边呢先全部都清空，然后稍微扫一下。我的柜子跟桌子都已经来了，但是我有点失策，就是我忘记把那个椅子要拉出来的那个空间空出来。但没关系，因为平常也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就先把椅子这样子靠着拉，然后我平常就坐这里。如果有朋友来的话，我再把这个桌子给拉开，就可以坐两个人。사랑한다고말해줬다면믿어줄수있겠니넌오직상처만받고있었지 We are there baby 네가없는현실너무나도비참해 There's no one 너같은너만고통받고있는게아니야现在是晚上10:30，然后我没有什么力气在煮饭，所以今天晚餐我要来吃这个。我当时会买它呢，纯粹是因为海盈的脸印在上面。哼，这个英文标签上面没有料理的方法，然后这边全部都是韩文。그는무리치분간대워드시거나시시드시쇼。现在加吗？不知道。This is a coffee vlog. 通常我怎么觉得我的 vlog 好像都要煮点什么东西才感觉比较完整？其实我今天本来打算要出去买菜啊，然后今天晚上回来煮饭，但是今天工作实在是太多了，我完全做不完，所以我今天一步都没有离开家门。没关系，我还有海英。今天真的是非常真实的 work from home， 就是完全没有 filter 的那种。其实蛮香的，其实。What the heck? Wait, what? This is so much better than I thought. Hi, 是晚上快要12:00。我就很常在 vlog 里面跟大家讲说最近很忙啊什么的，但其实我每次说的忙可能就是都会有点不一样。最近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拍摄，大大小小的拍摄集在一起。我觉得 overall 来说，最近是忙，但是是蛮开心的忙。我现在来敷这个面膜 ，I'm sorry， 它不是面膜，它是眼罩，还是叫眼膜 ？And fun fact， 这个全部是人手一颗一颗串起来的珠珠。What？
这个呢是一个粉晶眼罩，就是你可以敷在眼睛上面做舒缓的。那我刚刚已经把它冰在冰箱两个小时了，所以它现在非常的就是冰冰凉凉，非常的舒服。你看我这样看上去是不是很像 CL 还是 Nicki Minaj 有吗？因为我发现我眼睛下面的细纹真的越来越猖狂。我最近发现一个新的 eye cream， 它的名字叫做 ASDceutical。唯一保湿紧致眼霜。那这个 brand 呢，它是一个非常致力于研究皮肤老化啊，或是抗氧化这方面的一个品牌。它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成分，譬如说是植物角鲨烷，它会比提炼自动物的角鲨烷还要更稳定，更不容易氧化。那它也是主打一瓶就能够做到淡纹、紧致跟滋润，就跟健达初期干一样，三个愿望一次满足。那它是日本制造啦，并且它没有参加那种就容易过敏的成分，就是皮肤科医生都有推荐，所以敏感肌的朋友也不用担心。稍微这样抹开之后，就轻轻的把它拍进去，吸收进去。然后另外呢，是我眼睛非常非常的容易累。那这个也是来自万宁的眼睛面部按摩器，然后它是一个比较有分量的。那它这边会有一个就是转转的那个啾啾，你可以这样子擦完那个精华素之后，可以这样子稍微在眼周附近上下滑动。因为这个是有点金属的材质嘛，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话也可以把它，我自己啦，我喜欢把它冰到冰箱，然后这样子就会有种 deep puff 跟舒缓的感觉。然后接下来一样会用这个刮痧板就稍微刮一下那个面部，但我通常都是把我容易浮肿的这个面部的部分稍微把轮廓给压出来。那我自己在家这样子按摩大概也有一段时间了，就比较不容易会浮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它的血液循环好，就比较不容易累。 Nighttime skincare 就差不多到这里。那今天在影片里面提到的不管是 cream 啊 eye cream 或者是按摩的小工具，全部都可以在 Mannings 找到。现在万宁自家品牌不管是美容或是个人护理方面都会有全线的75%优惠，像这些按摩的小工具其实入手的门槛也不高，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入手来试试看。现在呢准备要来去泡脚，因为我昨天在外面跑了一整天，然后我觉得我的脚又有一点开始要肿不肿的感觉了。 I'm happy on my own Making coffee just for one And eating breakfast all alone Fewer dishes to be done I'm never running behindYou're never on my mind No longer there to me